自从疫情后，西门半夜都没东西吃了。现在带你去台北人去的宵夜场。以前的西门町是最多宵夜场的地方，有虱目鱼肚、无名日本摊，还有许多好吃的。自从疫情后都没开了。带你们去接近信义区永吉路超好吃的宵夜场，让我们看下去。Thank you.
好吃的就是它的卤味和麻酱面。它开到凌晨4点哦。Thank you.
就是刘妈妈凉面，右边有个台湾海鲜快炒店，以前也开半夜，但你看今天又没开了。吃。
享。